她美丽大方，正值青春年华，可在阳光的外表下又掩盖了怎样的烦恼？一个可以避免的错误结束了宝贵的生命。层层疑云，步步惊心，警方侦查解读花季少女为何遭遇冰冷的杀机。搭错车，天网栏目即将播出。她面容白皙，身材姣好，是一个美丽又开朗的姑娘。我就敢说敢笑，敢说敢笑了，这没事，也不糟蹋。平时在学校表现也不错。人们都叫她小桃，她是山东省鄄城县一所乡村小学的教师。2011年11月25日这一天，小桃老师毫无征兆的失踪了。高考上孩子一个月的工资都没领。工资等着他什么人失踪了之后，工资卡又发下来了，他都没捞着另一个人的工资。据这位老师介绍，失踪前小桃刚刚取得正式编制，来学校上班刚刚一个多月。我听他说来了哈，我说你考了几年编了？他说已经考了三年了，今年第三年刚考上。老师们还证实，不久前他刚刚认识了一个不错的男孩，两个人正在谈恋爱。在人生即将步入新阶段的时候，小桃怎么会突然失踪了呢？2012年2月25日，山东省鄄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民警们正在火速赶往20多公里外的鸡山镇。春天到来以后，这个农民要浇麦子了。这个老李啊，把水泵这个放到这个井内，准备抽水浇地。咱这个井头一直下不到井内去，发现这个井内有异物。原来这天下午3点多，鄄城县鸡山镇的一位村民准备给麦田浇水时，发现抽水管放不到井底，感觉是机井出现了异常。发现这口井被这个异物堵住了，随后就找来这个长的钢筋通着这个井。可是不管怎么用力，钢钎照样下不到井底，这是怎么回事呢？那干的很可以。把钢钎提出来之后，这位村民发现了更大的异常。就发现这个井里边有这么那么长的毛发，而且那个还有这个腐烂的那个肌肉组织。机井里怎么会有这样的异物呢？当时这个农民爸就害怕了，就拨打116报警。机井位于田间小道的旁边，四周都是麦田，距离村庄较远。如果不是农忙灌溉，附近的群众很少到这里来。机井里怎么会有人体的毛发呢？机井口非常小，如果打捞根本不可能，根本打捞不上来，所以我们呢就找了挖掘机。挖掘机的到来使工作进度迅速加快，随着机井的水泥套管被一节节挖出，现场的人们立刻闻到一种特殊的气味。对这个机井进行挖，当时有7-8米深，在第四节这个管内发现这个异物。井管里异物的出现，使现场散发出的特殊的味道更加浓烈了。跑出来以后，是一具这个裸体女尸。从外表腐败的情况看，尸体已经在井里浸泡了很长时间。在他的脚腕部呢，有一个白色锁绳捆绑，并且缀有砖块。
通过受害人脚腕捆绑的砖块，民警分析，这显然是犯罪嫌疑人落井陈石所为，是一起谋杀。当时围观的群众是几百人，看到这个情况，一些群众感觉很有惋惜，很同情，有些这个群众还流了泪。为尽快破案，民警们围绕现场展开拉网式排查。很快，警方在两公里以外的一个水渠里找到了被人掩埋的衣服。因为时间比较长，已经很脏了，已经发黑了。遗物的出现为警方提供了追踪失踪者的线索。为了确认遇害者的身份，民警们以现场为中心，在半径五公里的范围内深入调查，发现最近几个月本地并没有走失人口，而例外只有一个，那就是三个月之前失踪的女教师小桃。他一开始说他有80%人，我1%也不是他，我就这样说，1%也不是这个孩子。小桃工作的学校离案发现场只有几公里，距离非常近。显然，每一位同事都不希望出事的是年轻开朗的小桃。很快，公安机关通过 DNA 检测，最终确定了死者的身份，遇害的正是乡村女教师小桃。小桃失踪的日子是2011年11月25日，发现尸体的时间是2012年2月25日，在这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民警们开始仔细检索案件前期侦查的每一个细节。当时啊，查到以后就是这个小桃失踪的日子是2011年11月25日。在这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案情分析会上，每一个面孔的表情都格外凝重。当时小桃的家长到咱们刑警队报案，说是小桃于11月25日下午回家，一直没了踪影，打手机联系不通。发短信也不会。据民警们回忆，小桃的父母来报案的时间是2011年12月1日，可这一天距离小桃失踪的日子已过去了6天。考虑到是不是他和他的同学出去玩了，或者和他朋友在一起，所以他没有报案那么早。小桃的父母报案时说，他们已经问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找遍了女儿可能出现的地方，但依然没有小桃的下落。当时他们很焦急，很着急，要求咱们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报案时，小桃的父亲嘴里反复念叨着女儿不见了，母亲则一遍遍查看着手机，仿佛手机铃声随时都会响起。看着手机屏幕上女儿的照片，这位已有不祥之感的母亲显得十分不安。回来。乡村女教师小桃已经失踪了整整6天，民警们的心立即悬了起来。在学校的走访中，民警们了解到，小桃是不久前通过考试获得的教师编制。9号过来找他爸他妈送他来的，10月10号他自己骑电车，这个小姑娘
骑电车来的，他那个来了就让他上课了。据这位老师介绍，小桃到校工作是2011年10月上旬，到失踪前在这里仅仅工作了40多天。担任2个年级的语文课，因为这个人呢非常开朗，一个人性格非常开朗，很直爽，也很敬业。虽然刚刚到校不久，但许多老师都给了失踪者小桃非常正面的评价。可是失踪的这天，在老师们看来，小桃的行为还是有点反常。10月25号下午，2点50上第二节课，2点50上第二节课，本来该3点半下第二节课，结果他2点50布置上作业，那学生他说他都走了。小桃失踪的当天下午，按课程安排，他本来有2节课要上，可是他还没上完课就提前离校回家了。晚上他俺主任刘主任打电话，就是说他说这个事不行，你回到家，他打电话，因为那不可能啊，新起的他应该回家了。这位王老师对民警们说，因为自己当天在外面开会，不了解小桃离校的情况，所以接完主任打来的电话，他立即询问了当时在校的其他老师。有老师有学生看到他，就是小桃这个掂着包出个学校门上洗去了。从学校门口向西不远就是通往县城的公路，而小桃的家也在通往县城的方向。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小桃不上完课就急着离校，而离校后也没有回到家中呢？没到我那等着很多星期一他不说来上班，对吧？结果星期一也没来，后来我这就是说不行，就像都失踪了。现在我们想看看他这个求救号里边的这个有个空间，有个信息空间，想看一下。通过小桃的朋友，警方获得了小桃的网络地址，从而了解小桃失踪前的情况。发现这个小桃的这个 QQ 空间在11月24号有个留言，就是说，亲爱的友友们，我要消失几天。亲爱的友友们，我要消失几天了。这是小桃最后一次网上留言，时间正是在小桃离校的前一天。难道小桃的离校和失踪都在自己事先的安排之中？通过在学校的调查，民警们还了解到，小桃发布这条留言的同一天，他还开启了手机的免打扰功能。他究竟是要免除谁的打扰呢？这时民警再次想起一个细节，小桃的父母是在女儿失踪后的第6天才来报警的。当时小桃的父亲他认为小桃是不是跟他这个男朋友在一块，所以说呢这个没有及时报案。报案时小桃的父母说女儿正在恋爱，报案前他们已经给女儿的男朋友打过了电话，对方的回答是他们不在一起。接警后民警们也找到过这位男友，当天他和小桃确实不在一起。中午2点也通过搜查也查出来然后就集中现在看来会不会就是这个环节出了问题呢？警方决定再次询问小桃的男友。小桃的男友再次出现在了民警们面前，详细讲述了小桃失踪当天发生在两人之间的事情。小桃男朋友说是11月25号，
他那一天正好在城里开一个会，他打电话约小涛，10月25号下午说在城里见面。嗯，咱们是平时不怎么见面是吧？然后见个面，增加增加感情。这个小涛也爽快的答应了，他说我下课以后，我就到城里去。民警分析，与男友见面可能就是小桃提前离校的原因，可在询问中，小桃的男友却说出了他们约而未见的结果。然后是我就等他下午3点，下午3点我看天气晚了，我就回家了，提前回家了。结果本身这个小桃已经坐车到县城，结果他这个他男朋友突然说我打车回去了。你要按一般的常规来说，是吧？年轻人在20多岁的时候，特别是热恋中，应该愿意过来，哎，说话必须算数，必须让他如实的赴约。难道是这位男友在有意逃避与小桃会面的事实？民警回想起小桃的父母曾说过，他们反对女儿恋爱的事。小桃和这个她男朋友这种关系啊，遭到了那个她父母的那个强烈反对。她父母啊，对，不赞同她俩继续保持这种关系。你们两个人能谈得来吗？嗯，谈得来。有没有共同语言？怀疑就是说，你既然不愿意跟我谈，你也别想给别人谈。当时我们就考虑到是不是这个她男朋友小姑，为了这个纠缠这个小桃，产生了这个杀人这种动机。她家人可能是认为吧，她明明是恋人之间的约会，可结果却是惨遭杀害。急于离开学校的小桃失踪的当天，到底有没有和男友见面？小桃究竟和谁在一起呢？面对警方的询问，这位男友说自己也在寻找小桃。那晚上他那个学校那边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哪里。我说在家，但是我也没在意这事。第二天我想给他联系，我给他打电话，你打干什么这种。就在刑侦人员询问小桃男友的同时，鄄城县公安局技术大队的民警在尸检过程中有了新的发现。这个在颈部、这口唇部、舌部发现有挫伤，有皮下出血，怀疑的颈部、口唇部受到损伤。据此推断，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小桃很可能与行凶者进行过激烈搏斗。犯罪嫌疑人应该在那个死者有反抗行为的情况下，用捂压口鼻、扼压颈部，造成一个窒息死亡的一个行为动作。警方进一步检验时，又发现了极有价值的信息。胃当中也没发现其他的沙子还有一定的物质，肺部呢也没有发现。这说明失踪者小桃在落井之前已经停止了呼吸。从死者脚腕部仍然绑有砖块来分析，犯罪嫌疑人仍然非常担心，唯恐暴露自己的犯罪行为。可是面对警方的询问，小桃的男友却非常镇静。那10月25号星期五，然后星期六我一直给他打电话，到星期天以后下午他那时候在返校了，然后我就问那边老师，我打电话，他给我回来电话，他没来。电话打不通，短信有去无回，学校里也不见踪影，男友小郭非常着急，毕竟小涛离校是为了他们两个人的约会。
小桃回家必须在县城的汽车站转车。小郭说，为了找小桃，他沿着公路一直找到了车站，但依然没有结果。供销商司机说没见过这个人，没坐他的车，当时那什么。对于小桃男友的说法，民警进行了仔细印证。跟那些人接触，几点几分干什么了？派上了非常紧。经过排查，警方发现小桃男友的话句句属实。可是，既然决定了见面，在小桃失踪那天，男友小郭究竟为什么放弃与小桃的约会呢？通过他调查反映呢，说这个他男朋友的家人有毛病。警方调查得知，小桃的男友小郭家里恰巧有人患病，需要人照顾。在县城开完会，他见等不到小桃，就只好先乘车回家了。然后是，我还是问他同学一直在打听。最终，小桃生前最后一个联络人小桃的男友被排除了嫌疑。专案组还对小桃等车时曾经出现在学校路口的过往车辆进行了查证。当时就有群众向我们反映，有人见到这个10月25号，小桃乘坐一辆白色面包车离开了学校。警方认为，小桃作为一个单身女孩，不可能搭乘陌生人的车辆。一般人坐私家车的，或者搭坐私家车，必须跟这个私家车的车主或者司机必须熟悉，如果不熟悉，他根本不会坐的。当时啊，有人见到这个小桃在这个车跟前，和这个车上人说了几句话，然后坐上这辆车，离开了这个学校。可是，小桃刚刚到积善镇的这所小学上班，除了在镇上工作的男朋友小郭和学校的老师，并没有熟人。当时我们围绕这个学校，教室也进行排查，有三辆，同时有私家车的。他通过落实，当天都在上课，根本没有会成立，所以把这三辆车我们排除了。谁会是这个与小桃相识的私家车主呢？在小桃的 QQ 空间里，一条留言再次引起了民警的注意。该是看清自我、周围的人、事物、梦醒的时候了。留言的后面还写上了6个醒悟的叹号。留言发布的时间是小桃失踪前一天的早上7点多。这个周围的人是谁？会不会就是那辆白色面包车的车主呢？通过调查，白色面包车车主的信息很快汇集到了专案组。这个人姓孙，年纪在30岁以上，而他的居住地就在小桃工作的学校附近。也群众都反映，都不愿接触这个施明德这个人啊，平时比较喜欢喝酒，而且这个有这个打架的这个恶习。经过查证和走访，警方摸清了女教师小桃失踪的当天车主孙明德的行动轨迹。2011年11月25日这天，孙明德曾与4个村民在一起喝酒。这个人在这个小饭店里吃饭，当时他们几个人喝了3斤白酒。然后在下午3点多驾车来到了学校路口，而此时女教师小桃正准备搭车去县城与男友见面。目击者看到两人说了几句话，就开车去了县城的方向。进一步了解，警方发现孙明德的白色面包车刚刚买来才几个月，可是在小桃失踪之后，他却以10000多元的价格将车卖了出去。这个他父亲呢，对这件事情非常生气，阻止他不让他卖，
但是这个孙明德坚持非得要卖掉，所以他俩发生了这个争吵。卖车显然就是为了隐瞒什么。为防止节外生枝，警方决定对车主孙明德采取正面接触。警方分析，白色面包车车主孙明德在拉过失踪女教师小桃之后，就以极低的价格将车变卖，行为异常，具有作案的嫌疑。警方决定直接正面接触孙明德。在门口那个位置上有个木墩子，他是呢卖白嫖妓用的。木墩子上面呢当时有一把菜刀。机警的孙明德立即站到了菜刀的旁边，民警只好随机应变。哎，明德，哎，我找你了解个情况，哎，你看，咱到里面武器一样，这样呢，金秀福就把那个菜刀给背到身后了，他就没办法勾到那个菜刀。可是，当民警随孙明德来到里屋，居然又发现了一把早已放好的菜刀。如果他有了防范心理，肯定会骂他。当时他的菜刀就坐那个菜刀位置。侦查员李念斌再一次劝已有防备的孙明德挪动座位。就在孙明德起身之际，民警们迅速将其控制。经过审讯，民警却发现犯罪嫌疑人孙明德与小桃 QQ 空间里那个周围的人没有任何关联，两个人根本不认识。可是女教师小桃是怎么搭上了这个陌生男子的车呢？这一次可能就是搭错车了。警方调查了过路公共汽车的情况，经过学校路口开往县城的公共汽车平均每15分钟一班，全天有20多个车次。可是小桃失踪的这天却是个例外。我们调查了，在10月25号那天天气非常寒冷，那个公交车非常少。小桃在那等了长时间，也没有来车。除了没有公共汽车之外，警方分析导致小桃错误乘坐孙明德白色面包车的原因，还有他极其矛盾的心理。这个我们调查小桃的这个 QQ 空间以后，在24号之前我没有看到，今天不上课很高兴。在这之前呢，还有发了一个该清醒时候了。朋友们，通过这些留下的信息，我们认为小桃内心非常复杂。从小桃的网络留言中，民警们发现虽然教师是小桃比较喜欢的职业，但面对新的工作环境，小桃还不太适应。因为他刚去，我说你是不是工作压力大？2011年的冬季较为寒冷，恰巧在2011年的11月25日，公共汽车最少的这一天，在小桃准备与男友相会的这一天，酒后驾车的孙明德出现。他接了站路边，这时候的靠路很近，我喝了酒肯定的开车开不到很快。我喝了酒开车肯定是开不到很快，要是快的话停不下也过去了。据孙明德交代，在学校的公路边，女教师小桃向他招手要打车进城，两人商定孙明德以20元的价格送小桃到县城。可是当车行驶到县城边的顺耕路时，
孙明德却坚持要去另一个地方购买彩票。我不管是哪，我想买彩票上瘾，你知道吧？买这东西。孙明德供述，他想让搭车的女教师在这里下车，可小桃却坚持要他送到车站，否则就让孙明德从已付的20元车钱中返还10元。孙明德不给，女教师就出手抓伤了他。我操你娃，我的！于是孙明德采取了报复行动。他讲，受害人小桃采取捂口勒颈，将手将这个小桃杀害。我松开手的时候，等我松开手，他都不会动了。孙明德虽然承认了杀人陈氏的事实，但他的供述在警方看来却漏洞百出。孙明德供述是小桃招手拦车，到县城附近又拒不下车，还动手抓伤了他。孙明德很显然在说谎，因为我们都坐过出租车，出租车有一个很明显的顶灯，但是孙明德开这辆车没有任何标记，很显然是一辆私家车。小桃不会主动招手接这辆车。再者说，小桃是个小女孩，这个孙明德呢是一个年轻的男子，并且这个孙明德原来练过武术，体格很强壮，所以说呢，这个小桃更不会说因为10块钱去和这个一个陌生的男子发生去厮打。我们分析啊，小桃在坐上这辆车以后，应该是一直处于一种恐惧的心理，而且是如坐针毡。为什么拉这个女客人啊？是否有别的企图？我们认为的各位地方他在说谎。通过侦查，警方不仅找到了小桃被孙明德掩埋的衣物，还查实了孙明德寻找绳索、捆绑砖块进行落井陈尸的关键证据。最终对自己犯罪的事实，孙明德供认不讳。年轻的女教师小桃因为一次错误的搭车，最终离开了自己心爱的讲台和可爱的孩子们。如果小桃坚持搭乘公共汽车，也许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另外一个方面，如果孙明德不是酒后驾驶，不是酒后有这个狂躁行为，那么也不会发生这起案件。此起案件的破获给了我们很多就是